去年10月，高雄城中城社区恶火，酿46死43伤惨案，经5日一审一放火罪，判女嫌黄格格无期徒刑。而事隔10个月，城中城原址大楼已拆除，苹果今日登高直击，城中城旧址改建公园的工程仍持续赶工，同时公园周遭6栋老旧建物也通通架起围篱进行拉皮工程，为保障城中城原住户及所有权人居住权及财产权，高市府以公益性的跨区区段征收方式，在400公尺外七贤国中作为区段征收底价地及社宅基地，由内政部出资30亿元新建600户七贤安居社会住宅，让无房无地的住户可优先安置，有房屋者可以依重建造价领取救济金，预计在明年底前动工。此为地上19层地下5层建物，保留与爱河水岸视觉连结的配置，会设置多样附属设施。苹果新闻网综合报道。